佢歌曲嘅名称就叫做《2020》啊。佢嘅作曲咧系程文正填词，程文正主唱欧阳少华。身处战地偏差天气，捉紧双臂，等到老死被现实抛弃。如若世界太乱，走下去的只有我共你。中意嘅，点解咧？虽然呢个唔系一个乐队比赛，我成日觉得年青人作歌咧，应该有啲火嘅，即系唔一定要烧着晒嘅，暗地里有都好嘅。舒服就好容易作噶嘛，舒服咪順去咪得咯。當你決定咗開波個 A 咁密的話，你要處理後面點樣啊嘛，因為好容易後面會給他比下去噶嘛。咁 O4 其實我中意個 melody 嘅，咁我一路聽。咁頭先 Harry 講過 modulations， 即係我想提翻話，大家可能唔想直播 modulation， 但係唔緊要嘅，即係但係可以考慮編曲 modulation 嚟噶嘛。思文講曬嘅咯。可以補充的，你有的，你可以 add on 的嘛。我都是覺得聽了五隻都是不是很 impressive 的歌，同埋頭先譬如呢隻講佢個 A 段咧都係哒哒哒哒哒哒好多 sixteen notes 啦。咁如果我去寫我個 chorus， 一定是多翻啲 sustain 嘅嘢嘅，即係多啲長音，因為你變咗會好似頭先思文都講啦，可能個 A 仲精彩過個 chorus， 因為我聽到一個咁嘅 A 咧，我會 expect 個 chorus 更加搶耳。之後聽落去，哎呀，點解同個 A 差唔多嘅？我即刻八卦插入舉例啊！我舉例黃家駒嘅《情人》，個 A 係點㗎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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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chorus 點㗎？痴情痴情痴童真，就係講緊呢啲樣嘢啦。明白。啊，係咯，即係嗰我成日覺得段落感好緊要。咁我自己覺得係佢亦都有一啲，即係其實講真，歌嚟嚟去去都係嗰啲款嘅啦。但係即係你有啲有趣嘅細節，咁整首歌我覺得亦都有個一啲細膩嘅感情喺度，我覺得 OK 嘅，幾好嘅嚇。嗱，咁呢啲好密集式嘅 melody 咧，當然事必你就要填翻啲好密集嘅歌詞喺度啦。咁我成日咧即係曾經香港樂壇就有好多呢啲好密集嘅呢啲 melody 嘅。即係好密集嘅歌詞嘅 melody， 咁咧呢啲咧有啲咧就會發揮得好好，因為有夠長嘅篇幅可以俾填詞人去發揮，有啲會填得好好。有啲咧就會相對，因為你太長，咁啊有時唔知填乜咧，咁有時就會即係會編得混亂。也許一秒過後消失所有，通通失去不見兩手，但現在擁有。